好，好，念吧。各位观众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来到黑鱼的 Club Play。喜欢的我是光头黑鱼，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。我们今天玩的游戏为《亚特兰提斯：操你妈生存》。今天我们找到了搞笑艺人孙燕姿来到现场。孙燕姿，为什么？孙燕姿是谁？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不是孙燕姿吗？孙燕姿啊，跟孙协志啊。哦，对了，不行哈！啊，孙燕姿，哎，智是障你中的吗？啊？对啊，那个是地狱疙瘩啊。那它下面是什么？有血块啊，对啊，外面可以找血块啦，哈。下面灵魂沙，哎，对，我们要找血块。下雪区你只要找血块，然后做成南瓜就可以了。好，不是不是不是什么做成南瓜，做成雪跟南瓜一起做成孙雪燕姿换你啊，孙燕姿。什么孙燕姿？换你啊，换你念开头啊，孙燕姿。不用念啦，你既然都念了。好啦，孙燕姿，我们开始吧。好啊。安安安安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安安。犬夜猫，给我坐下。看了整集就不用去 YouTube 了。刚你是不是放水啊？对哦，你刚难怪我这边火把都不见。下蛋。啊？犬夜猫坐下。然后开到几点？开到观台那个时间点。对啊，开到观台那个时间点了。好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集我们要来做什么成就吧。摇安安好，安安安安，摸茶走。孙燕姿，我们今天干嘛？很开心的在玩。我们其他成就剩下找到中介传送门跟被遗弃的井，找不到了。然后建造成就，建造成就要建造 TNT， 然后附魔台。附魔台，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先做，我们只要再找一颗钻石就好。两个台频率不同，当然不同啊。要找到大量的古力帕，我去生产古力帕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 ？Selina 安安哦。不然我们要怎么用？剑舞机连，原来是孙燕姿，不要吵啦。什么孙燕姿？你到底在跟谁讲话？你是不是听我声音会有延迟啊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跟我讲的话完全搭不起来？你现在跟我在同一个频道吗 ？Hello， 我现在是 FM 98.7哦。没有，你是孙燕姿。对啊，我跟黑羽的对话有交集吗？对啊，我怎么感觉我对话跟你完全没有交集啊？孙燕姿，干嘛？黑羽，怎样？明明就有对到，你不要在那边给笑好不好？孙燕姿，你是故意跟我没对到频道吗？孙燕姿，我就要吵。现在看到黑羽所说的一切，孙燕姿，黑羽现在所说所做的一切都在给笑，请大家不要理他。快点唱歌，孙燕姿。孙燕姿，找到中介传送门比较爽，真的。你在外面找是不是？啊？你可不可以赶快去外面找啊？我不要，我不想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的找不太到，你知道吗？有人说水中有遗弃的村庄，真的吗？我去做一个，等一下。你去做一个。Linda 呢？好多南瓜，对啊。哇，黑羽特别累的感觉，对啊。咖喱来分亏。黑羽的频道是0987哦。夸张，你们可以捐钱给我，那个就汇款汇到那个5036。你看，你看，练财型实况组啊，讲的就是这种人啊。贪财啊，贪财。好了，我看一下我要干嘛。快点去找啦，不然你去帮我挖钻石好不好？好，去挖钻石。你应该知道 TW 有剧场模式，有啊，我知道这个东西，可是其实我没有开过那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在干嘛的。剧场模式出了吗？有啊，出了啊，那是在干嘛的？哦，不是啦，中介传送门要用中介之眼找，你知道也没有中介之眼要出故事模式吗？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好啦，算了，我觉得我独自去找钻石好了，靠你，我不如靠自己。我要去找钻石了。你要去找钻石，好啊，你说的哦。嗯哼，那我去找别的哦。嗯哼。我卡住了。黑羽喝醉酒，他一天到晚嘛都在喝醉酒。好了，我来看一下我可以完成什么成就。100个 TNT 哦，这比较麻烦呢。看一下家里有没有那个打火石。钻石要拿什么镐打？铁以上。铁镐就好了吧？铁以上，对。你还在这里？你跟我说你要去打钻石，人家骗笑了。我有铁镐。16个而已。拿个15好了。哦，你知道上次那个关台的时候，你猜今晚有谁心肝铁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
Then T use 安南，你知道那个上次我关台的时候啊，我可能会觉得这边箱子有点不一样。上次我关台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悲剧，我上次关台的时候，然后就走进来，然后就一开门，里面是苦力怕，然后就我东西全部被炸光光。我关台之后还在那边整理，气死我了。抱歉，跑错台了。谁？黑羽的材质包是什么？抱歉，跑错台了。哦，没关系、啊。你们就把你们网址上面的 Fisherman 那个改掉，改成 B L A C K N 3，你们就可以找到我了。那什么？不然你们也可以在左边搜寻 B L A C K N 3，你可以找到我。贝贝还可以，郭府哦，哎，郭府你会做吗？其实我不会做郭府。郭府其实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怎么做？哎，好像不是这样子哎，怎么做啊？我不会做 TNT 耶。我会做 TNT。怎么做？要有炸药跟沙，有啊，我有啊，目前有。哎、欸，有叉叉，我做出来了，我做出来了，我做出来了。哦，要做100个 TNT 耶，超累。可以 ban 我，没问题。不要真的 ban 啦、啊，来不及了。哎、欸，你把哎、欸，你 ban 我观众啊？他说的、啊。你 ban 我观众啊？观众说什么我都会满足他，你知道吗？你 ban 我观众。不要骗我观众，他说的呢。我满足他而已，你要改我？不要。哦，我的妈呀！解 ban 啊！我解啦，我只是想要材质包哦。黑羽每天喝醉，对啊。黑羽这个人哦，哎、欸，看我这个不科学，我挖那个鹅卵石，我挖出来，它原本是有点皮肤色，它变黄色掉出来，真的、哦。OK， 这鹅卵石也太猛了。面包先放着，吃萝卜吃到饱。我真的没感冒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很废，还要烽火台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我在挖钻石啊。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家里爆炸了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干！我看在哪里啊？你 TP 我，你 TP 我。明明有案发现场，为什么我都感觉不出来？我们是在同一个空间吗？奇怪，为什么啊？哎、欸，这里是有苦力怕生怪砖吗？依我这样看的话，它应该是在下面，然后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那照理来讲箱子会爆掉。为什么？你刚有看到它吗？铁定摆 U 字型哦。我没有看到啊，我完全没看到哎、欸，那就不太可能会爆啦。你有受伤吗？没有啊。哎、欸，干，好贵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干、啊，是不是地狱幽灵啊？地狱幽灵不可能来到这边吧？蜘蛛猪人都来了。别闹啊、欸！也不太可能。这为什么会爆炸？靠！还是我有做陷阱吗？我记得是没有啊。那我记得没有，爆炸了，对啊，为什么会爆炸、啊？奇怪，没道理啊！气爆，气爆了！惨了，我们家瓦斯没装好，吃屎啊！看瓦斯没装好、啊，我就跟你讲说，不要用瓦斯啊，要用电磁炉，关我屁事哦！对啊，他在这里爆，应该是都是的，我看不出来他在哪里爆炸、欸，因为假如他在这一层爆的话，应该会爆更下面。可是他爆的方式好奇怪，感觉很像在中间爆炸。有人说地狱幽灵不会来人间，天上人间，很奇怪。算了，管他的。我等下发现是你做陷阱，我就把你皮扒掉。不是啊，我刚刚在地下室挖的。坏。而且我应该没做陷阱，除非你有踩到压力板吗？啊？有踩到压力板吗？没有啊，什么压力板啊？对啊，那就不可能啊。对啊，我刚刚在看成就的时候爆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炸的啊。奇怪，到底为什么？另一边也被炸掉了啦。钻石哦 ，Jake 安安。哎、欸，你要去查一下那个啦，那個、红砖怎么做？啊？红砖块要怎么做？刚好听到苦力怕摔倒的声音，
你从上面丢下来的、哦？是沙小啊？你从上面丢下来是不是？啊，我？对啊，不是啊，帮人家去看我记录嘛。不要，我相信你。看，我他妈在挖钻石，你看，就是有这种人啊。怎样？就是有姚这种人，长得特别帅，与众不同，难怪有明星样。啊，吃屎啊！哦，坏都是他，法师会隐身。看一下 tab， 没有啊，就我跟黑羽而已啊。对啊，嗯，对啊，只有我跟他。嗯，会不是 TNT？ 应该不是。如果是 TNT 的话，应该会有那种压力板之类的。对啊，这边也上不去。这边是给你近距离观赏火车用的吗？他妈的，这找不到钻石干！等一下哦，从后面走过来的、哦，那也蛮危险的。我觉得是附近有苦力怕生怪砖啊。如果附近有苦力怕生怪砖，我觉得太可怕了。这个不会啊，如果有的话，照理来讲应该会生成更多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还是我把这个挖掉变钻石。姚波波，我要回家。OK， TNT 的威力没这么小。对对对， TNT 绝对不止炸你这样子而已。TNT 可能这整间储藏室对面那间哥大师全部没了。哦，那应该是古力怕没错。对啊。可是为什么要古力怕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我也很好奇。不够亮吗？嗯。因为我们有些地方真的不够亮。没有，我觉得不是不够亮的问题。还是我在害你。啊？没有啦，不太可能啊，因为我没有更改模式啊。真假的、啊？你要我怎么放古力帕？妈的，他真的只会怀疑我哎，操你妈！没有，那是因为你有太多前科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上次被炸掉的东西，这一整箱的木头，好暗的。哦，天哪、啊！太暗了，我觉得不可能啊！我们点这么亮呢？差不多啊，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就你到底在干嘛？你可以跟我讲你在干嘛吗？我差不多在这里就可以了。你在做陷阱吗？我说靠背啊！他们说从基岩往上数六个，然后我就数，他妈的！好，你要我做陷阱是不是？哈，干嘛的？我受不了，受不了！这个人一直怀疑我。我没有怀疑你，你不要闹！我现在不只要让他怀疑，我要真做啦！不要闹，不要闹！他妈做陷阱喽！我认真的哦，不要闹哦！踩到这个陷阱，我们全家就得爆喽！不要用我，我们气爆案哦！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有没有看过《海底生存气爆案》？等我一下哦，回个 line， 等我一下。还在用 line， 好烦哦，都没钻石。看现在钻石有这么难挖吗？废话，钻石那么好找啊！让你那么好找，我就不要钻钻装了。裤子控安安，这是谁啊 ？A， 哦，稿子控，这是谁 ？AA 什么？哦、这个是 AA 二七八九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他 ID 是黑色，整个被我抹掉。这是什么？啊？我不知道哦，这是红石哦，靠背哦。看这红石也做得太屌了吧！我应该在黑羽台还是瑶台？当然是瑶台啊，这还用说吗？你看我的观众们超挺我。观众们超窝心啦。对啊，我真的，如果是我才不会只丢一只古力帕嘞。我没有怀疑你啊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怀疑你？我跟你的友情，他妈，你刚刚一直说黑羽是不是你？黑羽是不是你？啊、我们来做一个防护措施啊，这样子，等一下那边就真的有那个什么地狱什么东西过来。不用怕，刚刚有啊，刚刚有一只蜘蛛蛛进来，然后后来它跑掉了。蜘蛛蛛，不然我们就要在这边盖一个防护的东西了。觉得幽灵应该是进不来啦。啊？我材质包超怪，你也很怪啊。你也差不多啦。姚真的都不理我了，对不起啊。你人长得丑又矮，然后嘞，可是我是人生胜利组啊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讲？下一位、哦、又吃屎。下一位，我是人生胜利组，这点就足以呛你。为什么你是人生胜利组？因为我有女朋友啊。你输了。那你就改变了颜色，好、哦。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啊？
会找钻石。好爽啊！怎么办？看我的稿都快挖爆了，我都还没找到钻石。如果黑羽是苦力怕，黑羽是苦力怕，苦力怕加闪电。啊，充电。矿物。跟石头是同材质，应该不太可能吧？帮我有女朋友了不起、啊。帮我看一下。啊？等一下，矿，钻石。看钻石在哪？这是钻石砖。这不一样。什么东西不一样？这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很明显。我们来做一个防套措施。这很明显就不一样。错了。好，我找到钻石了，真假的 ？OK， 一颗。真假的？真的真的。你怎么说找就找啊 ？TP 你。好啦。干嘛？你这算什么拿蛮子的防护措施啊？没有啊，我们用一个透明的东西把它盖起来。那我要怎么进去？用门啊。你忘记创世神这世界有门吗？有吗？好啦，我把它放到仓库里面。我找到钻石咯，跟我想的一样简单。笑黑羽没有女朋友啊。黑羽这边也不能打对，不能打什么。TNT 啊，看，昂昂昂，哆啦 A 阿里主机，哆啦 A 噩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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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不能差点火把吗？感觉角落有点暗。噔噔噔。欸、都看你眼吓到我了，哎、欸，吓得呵，做贼心虚是不是？你开 OP， 我没有开 OP 啊。那为什么观众会说你开 OP？ 因为我经常开 OP 啊。有没有道理？废物，还敢说 CREDAN， 讲那么大声？啊，盖个防护措施这样子，把它维持。第一次来，欢迎欢迎。其实这样子，我盖那个门就没什么意义了。我想一下哦，养鸡场，养鸡场有啦，动物那个有啦，动物那个我们一开始都解完了。马铃薯田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要马铃薯田？因为我没有打到马铃薯啊，孩子。哎、欸，怎样？遗弃的井，中介之门。有，你再用黑羽喜欢的人压他好吗？1000个石英砖有做吗？还没，石英砖我才做几个而已，你可以去地狱帮我一起打。可以吗？好吧，我们去地狱吧。这里啊，等一下要不要做一些东西去啊？啊？就例如像那个啊，算了，走吧。讲完啊，又没有不让你讲。哎、欸，怎样？我怎样？我很帅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有两颗钻石哎、欸。今天是参加教会的音乐会，所以比较晚看台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教会没关系啊，你就去那个神父啊，说我要操你妈妈。你就说神父 ，Can I 那个什么？因为我说钻石和石头。Can I make love with your mother？ 哇塞，我好强啊！那个叫没水准，比较强。你就说神父怎么讲？神 ，God， 父 ，Godfather。Can I make love with your mother？ 看，真的没水准的，天哪！好强哦 ！Oh my god！ FJN 啊，雷是什么意思？你就看摇啊，摇这种人就是雷啊。你很会吗？还好啦，啊，忘了拿一个玻璃挡这样，可以吧？不行啊，我们没有木头，实在是没办法做东西出来。那你就会打，我就跟你说，上礼拜那只苦力怕不知道哪里来的齁。哦，好烦啊！教坏别人小孩，我在摸彩中摸了两个奖品。哦，有人说神父发的就好。对啊，你讲发的。谢指教。有输。走，我们去吧。哎、欸，你有黑曜石吗 ？No， 去挖。你没有黑曜石？我原本有挖，可是钻石搞都不见了。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大哥，你在哪？我在储藏室啊。靠北，我在地狱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？我只是想要个黑曜石而已。干，就上次古力怕爆掉了没？哦、oh, 天哪、啊！我们应该打防爆的。天哪、啊！打什么防爆吗？以防郭府好，郭府气爆完，郭府完成。